这里是音乐猛太汤，我是小凡。如今00后的才艺越来越多了，不但能编出引全网深思的冥婚舞，而且还出现了最年轻的好声音冠军，真可谓是每个人都技能满分。然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才艺满分的00后，有的甚至得到了央媒的点赞，到底是谁这么厉害？一起来看一下吧。这两天衡水饶阳的小学男孩在音乐课上用细腔演唱的这首《游山令》被央视点赞之后，仅用了2天时间就收获了240万的点赞，瞬间火爆了全网。后来这段视频不但引来了原唱海伦的翻牌认证，就连擅长细腔和反串演唱的李玉刚老师都直呼加油小伙子，你在我心中是真正的国风美少年。不只是小学生这么有才，咱们大学生也个个高手如云。这个来自广东海洋大学体育学院的大男孩，本以为是这场歌唱比赛中平平无奇的一个选手，没想到唱到副歌时竟然引来了全场男生的尖叫。不得不说，李玉刚老师看到你这段演唱一定会说是我输了。只是男生在学校里这么多才多艺，女生们也是创意满分。在青岛大学的迎新晚会上，这几个外语学院的姑娘就来了一场英语版的舞台剧《后妈茶话会》，真是学习娱乐两不误啊！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歌唱技能满分的同学们吧。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下期见，拜拜。What a shame we're all this long. No, I told her any mistake. Unless she had to earn the key, then so she can kind of play. So you locked him up, threw away the key. There's one on every family tree. Ungrateful, hateful, vile too. The thing she put you through. Oh yeah, I should. 不住的收拾一起加油，共同拥有没烦恼的路口，温暖每一天，每一次等候。天黑的世界需要安慰和鼓励，给一点勇气，一直走下去。